欢迎收看《焦点投资》，大盘数呢不断的一个创新高，主要原因，类股在轮动轮涨，这是非常健康的盘面啊电子股当然会涨，金融股有没有到？船长股，不管是航运、钢铁股，它们也维会往上走高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轮动架构，让指数呢不停不停的往上走高，看回不回。所以呢，回的时候要敢跟我买。另外一个重点是。 台股的成交量都还不错啊，哦，大概都四千多亿，哦，大概都四千多亿上下，哦，蛮温和的一个量能呢、啊。这都是目前盘面会一直往上推升的一个结构性。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，还没降息以前，台股不断的往上创新高。那降息之后呢？降息之后呢？那非涨不可啊，一定是大涨特涨啊。那叫做长线的一个资金动能。所以长线看好股票跌，一定要敢跟我买。 啊，不要怕跌啊！很多人看到盘一直涨一涨，看回不回啊？涨的时候不敢买，心里安慰自己说：跌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场，我一定要跟邱老师出手。结果呢，真的跌的时候呢，你又在观望，你又在害怕的。不要犯了低压系绑架杯的一个老毛病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这个样的毛病，加入邱老师的一个团队，哇，就大好你，你就敢跟我低档买进。 强势机油股啊這檔強，这两强缩，泰博西的，当时一五四五开始买底哦，黑 K 棒，记得吗？这三次的一个买点创造的利润一千一百四十五块钱，七十四趴，二三六零有卖啊，三月份的时候二三六零啊，打下来剩一八二零啊，好便宜哦，差了五百多块钱呢，长黑告诉你会往上，测低嘛。 对，测低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有没有往上？从一八二零涨到二零九零啊。第一只脚我们赚了两百七十块钱，没有错嘛？啊，第二只脚呢？第二只脚呢？当然赚更多啊。所以当它从二零九零再度的回测一八二五啊，又回到低档，让你买第二只脚哦。所以整一个详述的一个架构，我在五月四号告诉你，黄金右脚的威力很强啊。 它叫做扩底打第二只脚，一般来讲，两只脚应该是还蛮对立的。那如果它足出一个右脚是比较扩底的哦，那个右脚的一个威力一定是可长可久。今天喜爱那个我不瓦利品哦，所以一八二五涨到一九九零，黄金右脚的威力。五月二十号五二零那一天呢，围挡啊，啊、你们看跌到一九零零啊，不会那么容易结束。 黄金右脚不会那么容易结束啊，所以你看到想说的一个架构，第一只脚两百七啊，第二只脚呢，我说过一定会越过第一只脚的高点，这是技术分析很重要的一个形态跟推估的一个架构啊。其实不难呐、啊，难在于它没有立即的一直往上走高嘛，你会灰心，你会觉得真的如此吗？黄金右脚的威力。 在一八二五给你的买点，你有把握进场吗？你会怀疑啊？怀疑真的会涨吗？对，五月二十号一千九啊，不会那么容易结束啊。今天那个翔硕呢，已经来到二一二五了。第二只脚过了第一只脚高点，印证。第二只脚三百块钱，两只脚累计的报酬率五百七。亲爱的朋友们啊，达证一倍了，一倍了，两只脚啊。 之前的一个操作，对一千一百四十五块钱嘛，加上这是两只脚五百七加上去嘛，大概一千七呀。我们的成本从一五四五开始的，所以赚了一千七，是不是超过一倍的一绩效？所以今年度绝对有翻倍的行情啊！我们的目标一档三成，三档让你翻倍，想说。 你是我最高阶会员的，帮谢老师做见证，我有没有帮你们赚到一倍的利润？同一档股票，同一档股票啊，当然还没有结束啊。包括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详述啊，我还在我的赖一有没有？告诉你详述啊，黄金右脚威力很强，大涨半根来到一九八零啊，还没有结束。上礼拜五啊，收盘前呢，十二点半左右。 我再度提醒你，黄金右脚的威力。上礼拜五还没有往上走高，还没有拉出今天的一個中长红呢，你加吗？啊，给那里二一二五啊，二一二五啦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过了，祥硕的一个 USB four Type C 得到 USB 协会的一个认证，所以国际大厂一定会跟他下单。所以今年度祥硕有没有明星级的产品？我介绍股票。 有没有符合巴菲特价值投资概念绩优股？一旦它是具有爆发力的明星级产品，在后面加持，我们给你的利润三成算什么？三成叫做基本扣打，绝对基本扣打。所以祥叔啊，赚了一千七百块钱呢，难道我是虚晃一招吗？我侵在公共了吗？啊，你是我会员，你是长期锁定我节目的，最好是电视上所呈现的绩效。 就是带给会员的绩效啊，好，我不会去夸大，你放心好了。包括这一档红硕赚两个股本的，从五百三十七有没有双底确立？两趟赚了五百一十一啊，一千一我有卖，四月份卖完之后打下来再往上走高一二一零，告诉你不是买点，当然还要卖啊。不管是卖一千一、一千二都 OK 啊。这一段我不会给你说算绩效啊。 你放心好了，哦，这一段是没有出手的，但我提醒你，嘛，一千一要卖啊。那一二一零呢，不是买点，还是要卖啊？可以卖的比我一千一的位置更高诶、欸、那不是很快乐、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吗？所以不管是一千一、一千二啊，你卖，当他回档修正十三天，这不是个费氏系数转折的买点吗？你可以在一千附近接回嘛，一零一零接回啊，五月十七号。 最低九八零啊，我买一零一零啊，我就买一零一零啊，我跟你对时对价过了不是吗？一零一零买完之后来到一一一零，有没有一倍啊？五一加一百六一耶，我们成本从五百多块钱操作上来的一个红数哎，超过一倍，又是一单股票浪费你的资产翻倍，翻倍就达阵了，三成达标，五成超标，一倍。 达正哦，所以接下来今年度的行情，你会不厌其烦的看到我们陆续的帮会创造三成达标的一个绩效，五成超标的一个绩效，一倍达正的一个绩效，红数一倍，我没有夸张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夸张啊！对，红数倍数达正了，倍数达正。二十四号来到一二零五，一零一零。 收盘价一八零计算嘛，一百七嘛。今天红硕来到最高一二四五啊，用收盘价一二一五计算两百一十五嘛。我们结尾的是一零一零了，一零一零嘛。到今天收盘价一二二五嘛，是不是多了两百一十五？两趟加起来七百，七百块钱。我们的成本从五百三十七开始沿路的操作。 上来的科瓦斯利绩优股，对不对？所以每年度都有大行情，进度的行情会更大。为什么还没降息呀、啊？还没降息，为什么可以那么强？台股为什么可以那么强？嗯，轮动轮涨，健康架构以及盘面的温和的量能，所带给你，你是非买不可啊，好不好？更何况我们这些股票。 都是从低档去沿路的带你做上来，我们不是高档让你去追高，然后让你套不知所措。哎，哎，许博，赶快的一个节奏性啊！所以今天这一档智远呢，你所看到的是它从四五九啊跌到大概两百七啊，对，你会怀疑人生啊！如果你买智远的，一直跌，一直跌，一直跌啊，被月线压着死死的、啊。 对，逢高不卖，逢高不卖。接下来呢？等解套，买四百多，你怎么解套？你是没办法解套的、啊。整一个资源跌到二六九嘛，跌了快两百块钱，跌升呐、啊。今天很明显的刚站上月线，所以呢，不要去摸底，你不会搞啊，真假？摸底哦，每天买买买到最低点啊，最低点好棒，是不是？你没那么多资金了、啊。 股票的一个操作一定要一买就中。如何一买就中？资源基本面当然很好啊，不管是 ASIC 或是 IP 领域，让它的第一季营收创下历史新高。但是当跌破月线之后的一个任何的反弹来到月线都是压力。今天呢，首度站上月线啊，有出量当然可以买啊，这是一个标准动作。 你有学过技术分析的？你有学过葛兰碧八大法则的？今天你知不知道它站上月线？我在十点十三分通知会员智源站上月线二九一附近买，十三分的股价二九零点五，你去对是对价？盘中告诉你站上月线，盘中告诉你二九一可以买，当做二九零点五很好买，很好买，买完之后还洗下来呀、啊。 起到二八几呀？微盘毕竟涨停，盘中亮灯三零五，收盘三零四。我不会跟你吹嘘，我买最低点二七九点五啊！<呵>我不干这么 low 的事情啊！会员在看我节目啊，也在跟我对时对价啊。我怎么告诉你？我怎么可能面对会员同志告诉他们，我今天资源很棒哦，我买最低二七九点五，5, 买最低。 你相信吗？什么是眼见为凭？什么是对时对价的一个盘中资讯跟证据？这啦，这加起今天啦，这加起今天啦，我关掉哦。有没有看到时间？十点十三分，通知会员资源站上月线技术形态嘛？价位二九一啊，十三分的股价二九零点五，买得到还是买不到？买完之后还更低。 二八级嘛，盘中才亮灯嘛，所以保证一定成交的口讯再度的呈现在你面前了、啊、所以资源的一个操作，你不要以为它跌很深了，所以它就要扶摇直上了，应该没那么容易。它会从四百多块钱回档修正了快两百块钱，当然有一些因素啊，啊，只是说今天站上月线，那是一个标准动作，抢跌升反弹的一个很好买点。 它的操作没有那么简单呐、啊！你看一下之前的原钢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之前是八趴嘛，卖五一点五嘛。它回档修正，这跟红 K 棒一样，站上月线，还记得吗？站上月线之后，我说趁回档做一个介入动作嘛。它没有马上一涨再涨诶，它没有连续喷出诶、欸。还记得我的分析吗？所以整个原钢高点有卖嘛？五二一三九点八有机会吧？ 有没有说到做到？这两天涨了十几趴、啊，那上礼拜是回档呢，涨两天退一天，多方胜出，不要怕黑 K 棒啊！接下来这两天又多了十几趴、啊，是不是？昨天盘中大涨嘛，这样子涨了快两成。原钢，昨天你拜一嘛，今天原钢盘中又涨了七趴，今天涨到四八点四五啊，这样子上来一个礼拜二十五趴，还没达正。 还没三成呢、啊，对，从我低接完之后，它没有那么顺遂啊，说实在的，昨天大涨啊，今天又大涨啊，啊，今天有上影线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档原钢的架构要赚二十五趴，你认为很简单吗？如果加上我们之前的一个操作嘛，四十八趴，同一档股票加起来超过六成，应该是七成左右啊。 同一档股票啊，所以元刚 AI 的啊，今年度其实光是凭 AI 的相关概念股票，就可以让你大发一笔财富。你看维达的股价、啊，动不动就来到一千块钱美金了、啊，那真的是太 shock 了。背后隐藏的商机呀、啊，背后隐藏的商机呀、啊，所以这场四月营收今年度新高的，从五月二十二号。 上礼拜三，足底呀，足底十二天开始买啊，到礼拜五，对吧？礼拜三、礼拜五嘛，低档都是机会，还没动啊。到今天为止呢，它有没有往上垫高？它有没有往上垫高？我选给你股票，基本面很强，技术形态的一个低档买点，你跟我进场的，我所要达成的目标，三三三。 让你财务翻倍，所以呢，掌握主流脉动，加入金老师一个大 A，每天至少给你两通的口讯帮你掌握现在，看见未来。欢迎你的加入，就一样，再回到节目现场。光马科，昨天我趁它大涨的同时卖一二二，这样股票两只脚最低点被我抓到了。 买这个位置的赚二十九趴，买这个次低点的赚二十六趴，两笔单都要买的五十五趴，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吗？大涨哎，卖哎，光宝科两百三十亿的股本，大型股啊，这目前盘面的架构啊，不是只有中小型股会涨，大型股有时候跳起舞来，那个大象也蛮可爱的，所以昨天光宝科有没有跟你对吃对价？很好卖呀、啊。 一二二很好卖呀、啊，收盘一二一，昨天光马科全部都在好大涨的走势，多五趴以上，随便你卖。今天光马科可能就不好卖了，今天最高只有一二一啊，没有一二二了。对，最低达到一六啊，所以这场光马科卖的算不错啊，哦，差一点达标啊，哦，低比单二九趴。那至于裕泰，昨天也提醒你嘛。 已经涨了三十七趴，已经来到前波的一个套牢区嘛。其实它短线再大涨的一个空间是有限的，我已经提醒你了，好不好？这样玉泰我们四六七卖，避开了一百块钱风险，三六八结尾啊。对，不是四七九，我告诉你去买啊。昨天五月二十七号我会告诉会员去买这个位置吗？我们是在低档区，五月十四号有没有耐 A i o n 玉泰？ 三六八接回啊，这个位置接啊，这样才有价值嘛。你加入我的 line A 才有价值嘛。赶快扫描 Q R Code，每天给你两通勾讯，帮你掌握现在，看见未来。未来你就看到裕泰赚了一百多块钱，三十七趴达标啊。对，今天裕泰有涨吗？今天裕泰有涨吗？正四三九啊，跌十二块钱呐、啊。 当然也有卖错的一个个股啊，细尾我就卖错了。这眼表现还蛮强势的、啊，但是至少这两个低点也是我带给你的。四月二十万号的细尾二八有没有跌啊？低阶、啊、上去之后回档，五月十号的二二六又是买点。不管是二八二六低档区，我给你的进场位置物超所值啊。所以我常告诉你嘛，我这教股票。 都是有底气的潜力股啊，会让你的财务对撑腰跳高啊。细维每次回档，我都告诉你他的明星级产品是什么，应该很多人都会背了嘛。他的拜恩系统跟辉达的一个超级晶片合作，创造出目前最强大的伺服器资资料处理中心了。这是细维为什么可以那么强的主要原因嘛？没有基本面，没有明星级产品。 他怎么可能这样冲出去？你高是不是所以呢，卖的早一点是我自己要检讨的地方啊，对会员真的不好意思。不过我们视为卖掉的资金，我是带会员加码一档绩优股啊，会员很清楚啊，啊，会员很清楚啊。这档元泰电子标签的五月三到二零九黄金右脚买点了，打下来又是二零九。 又回到低档让你买五二零那一天够不够清楚？它大涨了吗？二零九诶两次都是二零九啊，有没有来到二一九？真的给你两次机会啊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来到二二八，有买的都赚钱，因为来到破段高嘛。所以整个云泰今天来到二三一，还没涨完呢、啊。黄金又加诶黄金又加诶我认为。 这波的高点不会是高点，它会挑战这一个位置的高点呢、啊。这样够清楚了吧？另外，这档滑勤赚超过半股本了当时五月初二二跌就是低接啊。五月九号二一八持续性低接啊，它都还没有动，但是它处于低档啊。今天的这档滑勤来到二三一。 你认为这不是一个底部形态吗？还在低档的底部形态，你认为它涨了一小段，它就那么容易结束吗？你看到它涨停板了吗？我这道股票基本面会不会得到市场上的浓同度？你去看很多档个股的走势啊，会印证我选的股票市场上认同度很高，很多人会在我后面喊我的股票，啊，不管是呃法人圈。 还是投顾圈，还是中实物大户圈里面，你去探听一下这里，多少人在看我节目，多少人想要拥有我的口讯，哦，所以对于目前的行情看回不回，不要保守啊！我一再告诉你嘛，小跌小买，大跌大买，不跌还是要买，否则你真的会来不及，你真的会来不及呀、啊！这一档华府是运收新高的。 三次的低档啊，我买第三次。上礼拜我的位置，对上礼拜的位置啊，买八六点七啊，时间交会跟你对过啦，营收历史新高哎，投资没有股价回档啊，这不是捡便宜如货的一个时机吗？所以整个华我之前我们也操作过了几趟啊，也没有让会员受伤啊，所以现在好不容易来到低档，我看它基本面 OK 呀、啊、，OK。 那就买呀、啊，买了有没有大涨快九趴？当天收盘九一点三呢，今天华五呢没有动了，没有动有卖压吗？小跌而已。这两天他们做错没有啊？就跌个三毛钱啊，收盘九零点七啊。所以像这种股票，三次测试低点啊，这当然是转折啊。第二次没有转折向上。 第三次会不会转折向上？费氏系数啊，一三五八十三呐，三天，我认为转折向上几率很高啊。还在低档的华五，我认为还会再涨啊。华五本来是做 NB 铝合金机壳，那个毛利率太低呀、啊。如果他还固守在以前老本行，我对他没有兴趣。现在他改用在车用的铝合金。 你在一台车所看到的铝合金，这些啊，这些啊，都跟华五有关系耶。对，详细的资料加入金老师个人 A 啊，连接我的脸书社团，我会告诉你华五的详细的基本面。所以整一个操盘的一个架构，会很难吗？盘一再创新高，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低档好的买点，没有错。金老师负责帮你准备好菜。 你要准备好动作，我这买点一旦浮现，回档修正自身的买点，我通知你，你才有最好的时间跟我大干一场，好好的把握今年度钱老师所规划的三三三的翻倍计划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。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视、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